船东至此。招船命名典礼上，海丰国际董事长杨少鹏夫妇邀请好友自送词，为在场的所有人带来财富。现在我将你命名为海丰福建，愿你永远平安航行。执屏仪式后，1800处的货柜轮海丰福建轮命名完成，象征海丰国际在全世界航运100艘货柜轮的目标又跨出了一大步。我们一共在台船订了14条船，现在有2条已经交付了，还有后面还有12条，大约今年会交10条。台湾这个船，这个1800型台湾造船呢，是在世界生成一流的船，所以说它的我们经过这个试验以后，我们这2条船呢，营运以后各项指标都非常好。尤其在环保，然后它的这个舰首设计第一次用在这个商业船上，然后这个包括其他的一些科技的含量，包括船舶的极载，包括航速，这些都非常好的指标。海丰国际向台船订购12艘货柜轮，3艘货柜轮海丰福建轮正式交船，船首采用舰首型的设计，还获得了多项国际的船舶大奖，让台船的造船技术扬名国际。那造型也是舰首型，那不一样的造型，不一样的设计，那特别得到国际的这个肯定。英国的这个皇家名船路啊，年度船舶奖。另外，在我们台湾中华民国造船及轮机工程师学会也颁给我们年度船舶奖。所以也得到船东的肯定，所以整体来说这一型船可以说是竞争力非常强，性能也非常好的一型船。我们希望在国际上可以彰显我们台湾的造船能力。台船的造船技术深获国际肯定，今年度台船还有10艘货柜轮要交给海丰国际。台船有信心在丰富的造船技术和经验之下，将为船东带来满满的财富。记者黄少明，基隆报道。春天就是要摆脱负担，换装秘密，2年最多省3300，120枚每月888，还加赠换装金2000元哦。比比较好。